所以爱得东西，因为哦，啊有这些资源，啊有这些材料，啊哦，咱咱江苏拢只叫咱头人叫，啊这种人家讲到真济啊，所以讲到到讲啊，讲些咧颠倒，就讲哦，不是，咱家己讲，是咱家己先来讲哦，咱的语言对呀，啊咱尽量咧讲对呀，啊用心真的是不错，给老师，就是因为咱囡仔有用心，我有赚不到钱。啊，就是因为今日今日搞奖金搞社会，那唔该今日同班的新主菩萨是奖金新主菩萨，所以菩萨无离开奖金，阿叫做菩萨，阿来菩萨离开奖金，会叫做菩萨。啊，那假使讲咱的心那离开干，会叫奖金。啊，恁的心那离掉下社会，哦，搞下社会，就是叫做啥？恁的心那掉下社会，那叫做奖金。恁的心那掉干社会，那叫做菩萨。所以菩萨搞奖金是啥？它是一个东西，不是两个东西。所以今天修就修到位，但是心的，是修就是修了心的，啊心有变化，心很强的意义，心就爱高级，所以这种心动就爱静。所以咱的心都往外往外派的，啊所转的，你所转都未开心，更未恶，更未安，更未惊，更未感动，更未伤心，也是也是也咩，爱更未烦恼，爱是自然之。所以对啊，哦，这是讲对，我感觉做好，你就心态对，意识态对，你做好都可。所以今天两间讲话，咱一定要知影讲，天命的尊贵就是知影讲，咱爱地基在所在。哦，这个师尊甲你讲的道理，就是知影要甲你教育讲，咱的心态对是一个足正确的所在。啊，这足正确所在，咱都慢，啊唔慢，三教经典，甲你感觉讲得足详细。三教圣人所到的伊个地位，甲你讲话足详细，但是咱只个学，啊学就无路，啊学就知影理，啊学就知影方向，啊要就知影讲点解，点解，咪来解理解，啊无就不要解，啊无就无解。所以今日中间就是讲哦，迄个天命的主题，中间就是咧天命的主题咧验证，验证。点心来点，所以点咱这条心，点心点心点咱这条心嘛吼。啊，点心点心了，咱才会当去释放出来。啊，有人咱动作一回，吼，啊，有人咱干袂干，了解讲伊个痛苦，咱真拢袂感觉。但是咱真感觉讲心歹，感觉真大。哦，啊，代志足济，啊，社会足久了，哦，啊，伊事足复杂，所以容易食两间吼，咱。社会底层。
家，哦，啊，甲迄个啥，迄个这个，就社会上较顶尖的，啊，即个叫做死的，伊个大概，伊个较好，啊，伊个抗压性，伊个较强，哦，啊，伊对小的方面，哦，啊，伊当年纪个里，这个是武德的这个气象家、艺术家、哦，啊，艺术家，哦，啊，恁去出点样，出点样老人，这个就是所谓死的，啊，恁慢慢搞研究。这个是大一的心得嘛吼，那三个这个啊心得的，就是这种前面这种政客，政客对啦，政客吼，你是看点啊心得啦，你两个闹钱的，我那咧算啊是了啊，拢无钱了，拢无要钱啊，啥货安尼，你算你钱，他算你啊，我全部解，哦，啊专门咧靠头家，人讲话需要家是靠头家，哦，啊这个赛，这个这个赛会看面解。啊，那进天嘛是换最大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上，这两个是上一个的阿西的，阿西的大概中道线，为了名，为了名进名夺一啊，这个阿西的。哦，啊，那假使讲今日第二个就是专门在做黑心的食品啊，变多，哦，黑心的食品变多，哦，啊去外用。欺骗，这是要用这样的，啊，而且这个主情不要这样的，诈骗基本都是这样的，啊，他们上面那个女的，哦，那一般小姐爸，一出手账哦，爸哥才搞爸才搞这样，才搞怎样跑出来的对啦，这是那个女的，然后他贪心比较强的对啦，啊，这个那个女的，所以这用的运气一方面的话，你那银行的话。一般来主情哦，讲啊讲就是，哦，所以呢，这部分呢，一些些方面，但是咱也有些个赞助，咱的意识的赞助，所以像宜家就是靠，伊本来就是靠啊，所以人讲发财靠，先到面试，然后发财靠，啊，输财靠来靠，讲些好必要的了吼，安尼蛮靠个，啊，所以大多人家咧，人家咧开咧开讲哦，然后咧讲结果。我讲，伊讲一个足艰苦个，对个。讲安尼讲，我听足足艰苦个啦。我甲问起你，我讲啊，爱艰苦是啥物？艰苦到是尴尬，我拿清楚个对个。你个真好袂听意义啊！最艰苦是尴尬，好是尴尬，该产生艰苦。咱若假使讲无尴尬，咱就会感觉艰苦。迄个人咧住起来较袂惊，啊，住起来对。实在讲起来，你若歹感觉就袂。啊！你囡仔咧出生阿哩叫，啊出生你若无感觉，人囡仔就放喺咧地面安尼啊，所以咱感觉吼，可能产生足侪痛苦。所以咱人感觉失业，其实是一个感觉的失业。哦，啊，咱工作是收入低低啊，啊，伊是一个感觉，一低低都要咧正常，迄个感觉是咧减少。所以感觉咧减少，伊个感觉讲世间个变化足侪，啊，伊会无法度失业。啊，你若低低，伊个感觉讲这里面的失业，伊不能安尼。哦，不能安尼，所以人讲哦，要靠贪官，哦，贪官、清官就清官的吼。啊，真心修德改文名，哦，真心修德，这是真正功夫的真心修德，这个功夫，这个德性，那个实质，以信俗变真真正正，咱有法度讲真心修德。啊，改文名是啊，名啊，文名是，搁这目前的环境，名就是咱真心所做的富。富贵贫贱，咱就是积福报、甲业报，啊甲福报、善报、甲恶报。啊，这个叫运，这个叫命，这我很干，这固定啊。所以这事啊，应该做事。哦，啊，做事就叫做面对。哦，啊，这上建筑的，咱记得爱简单就讲，这个运，运看恁哪个心，恁的心会爱变变心啦。哦，转一个方向，再转一个思想，转两个对了，这个运，环境坏，还是坏心。啊，是讲比咱比我较歹，作些变运，哦，因作痛苦的比我较痛苦的，佫作些人变做运。所以一个境吼，啊，你的心可能转变，瞬间可能转变变做运，啊，转念转念啊，刻念刻念嘛，哦，一念啊，妄念啊，你转念来刻念嘛，变做运。所以时间变做环境，哦，啊命啊，佮你固定，啊运是咱个心，你来转变。转你一条心，把迄个歹的心，把转过来好心。我是做企业，我讲企业无合作，哦，
吼，我袂使去，去的是痛苦，是我习惯不了。我咧去，今日因为看，嘛是今日欢喜，所以我去无容易。我去也是咱改变，只是讲改变我家己。哦，我是来配合恁，是伊来配合我。所以你一个建构，你的心脉哪上瞬间我能转，是迄个瞬间个个感悟。我真足痛苦，我真足烦恼，我真伫遐心要放袂开。那么是你温内底人间，你要到智慧，啊，你要到道理，所以转袂过来，你转袂过来对啦吼。我咧转过来，确实是真痛苦。啊，你转过来无苦啊？世间是拢是感觉咧痛苦，啊，无感觉咧。食唔好，只物是感觉咧食，啊，你得无咱个。咱个到底哪有感觉？是迄个气个感觉，是迄个耳孔个感觉，是目睭个感觉，是肉体个感觉。其实你到伊个心，到迄个无心就无感觉，无反应。方便是无会，或者无简单。个温就是一个啥呢？仁义做架构，道义做架构，然后道义较早是智慧，啊，智慧较等。人讲随缘自在，不批判的，是迄个智慧咧随缘，安尼就适合判的。迄、那个概念就是安尼嘛，所以讲叫做真心修道解。哦，文明，即、這个文明，咱大家在讲，但实际上，伫咱个环境内底，伫咱个生活内底，伫咱个生活内底，咱到底去用，咱到底摕来用，问题就是安尼。哦，问题是这样子对啦哦。人生个路途坎坷不好行，人生个路途较好行。坎坷，迄坎坷就是讲嘛，咱精神所积来遐善恶报，就是伊本身就是一个坎坷，个坎坷。本来世间个路程也是坎坷，伊是本来个坎坷啦。咱人因为带起来到这世间，因为爱来到这世间，因为执着来到这世间，因为咱个心无平来到这世间，所以伊迄个基本点，伊个原始点就已经坎坷啦。所以你面对坎坷，了解坎坷。面对真诶坎坷，就会当面对坎坷。啊，你若假使讲今日我变好，啊你若啊若无好，好若无来。啊，你若假设定我变好，你若想讲啊我设定，我诶设定本来坎坷啊，所以面对坎坷，你感觉足自然，你也感觉讲我咧坎坷。所以即个坎坷，简单来讲吼，咱爱检讨咱过去是毋是做偌济，你也毋对，其实啊，即是太坎坷。哦，啊你卖求，你若求拢咱着苦，世间人求拢苦。该你就是你个，你大家听个，但是恁今日用袂着个，那为啥讲我无你用机会？啊，少少在个，那是讲，那是民主讲个话。你本来若有，就是叫做机会对。啊，你若无道，你若无道，你本来无迄个道理啊，你要来用嘛袂着。该你个是你个，但是即个大家知，但是咱做袂到，是不是？所以咱要行迄个险路嘛，行危险个路嘛。所以人生个路要坎坷，无好行，较歹行，嘛是爱行。所以定个是爱行，咱要行后底。啊！你后来你也记，啊！你后来你也卡啊，变安怎样？啊！无记，啊！未讲记到安怎就受伤啦。哦，既然无好行歹行，你是叫你面对面对，哦，面对卡会当改变。你若无面对，就变永远袂改变。哦，所以人生路无好行啦，哦，生老病病痛，心思啥知影？生到老病病痛，生到老，生来就老嘛。生是人生的路途，啊，老是变的路线嘛。是不是啊？面对咱就是要跟消灭嘛吼，哦啊死就是解脱嘛，所以病好无，哦病大概慢慢，啊但是会病的，未来世界是病嘛，因为污染太侪，毒素品太侪，所以病从高级三位应当知，但是八十岁就病啊，做袂到，因为咱的口欲口爽哦，啊口面哦，即种咱人哦口腔的欲望哦，实在讲跟咱做身体控制。所以是先天会病，啊，甲后天失调会病，啊，后天无病，只先天的不足，啊，后天安尼调，安尼病就较少。啊，先天呐，假使讲先天也好，啊，后天也好，佫本来佫失调哦，安尼病佫增加。所以即个年代病哦，足强大病啊，佮你病强，足强大个。哦，所以咱人嘛，拢讲即个病上高要选择食，莫莫别食，啊，食个话，拢讲拢是吃不了负担。啊！这病啊来时阵，我已经就决定了啦。啊，决定了，咱讲到一个家庭内底，啊，咱一个家庭的一位主啊，大家拢破一个破病，规家庭拢亡去。啊，啊，但是今仔日病害来，对咱的饮食来，对咱的心理来，咱的心都不够清，先把心来去得哦。
这心呐，伤过热，啊，价格无够钱，就买病炎药。啊，这个病炎感冒，为啥咱这人进袂落来？咱这种吃这个刺激的食物，啊，唔知食物会不会进，会进，啊，咱拢唔会食。啊，食了到病炎感冒，食物都负担，啊，负担也拢感冒。所以这人为啥物爱弄病啊？所以这种吃这个刺激的食物，咱的细胞拢刺激，啊，细胞若刺激，伊就动啊，啊，动开钱，因为进袂落来，进开落来，因为你无法当进啊。伊要辛苦要精神，细胞唔精啊，所以真侪人感冒足浮躁、足躁动的，啊，平时都困袂起，下困早都困袂起，所以真侪人吼，平时各家人感冒，拢是累积在咱的身躯边，所以足恐怖的对啦吼。希望咱各位在座的姊妹，咱要彻底改变咱饮食文化、甲饮食习惯，啊，啊，食物件你较选择食，食，食口味的，吼，迄。你地饭无味吼，无盐、无味素、无调味料吼，你味啦，也是迄产物加入多出。啊，那迄调味料加加加过来吼，那加加过来，咱吼安尼好，安尼舒服。啊，地饭食无味的，食什么食袂得？啊，那有味吼，食什么食啥会少？啊，这真正咱人吼，要控制这口腔的欲望吼，无简单。我是感觉真个无简单嘞，真正你好吃，我知啦吼，这件事无简单嘞，因为食嘞，嘛爱专业，我爱家己专业嘞，讲我是要身体健康，我唔是要食口味，我爱较准个，我爱准个，真正命。所以我现在是我改变饮食习惯哦，我对73公斤降到73嘞，降10公斤下来，你话讲我平平拢瞄下个，但是我来讲个讲我嘞，怎么嘞？我提醒他嘞，我系慢性病患，老多。我较早遐个慢性病拢无去，血压高啦，啊血糖高啦，我想改变饮食了，但这病拢无去啊。哦，啊这筋手痛啊，筋都歹，咱都拢头痛过药，啊无吃药啊，拢无吃药，人讲药补不如食补，啊食补不如运动，这大家知。无一个唔知，但是吼知就做袂到的。你看运动爱想法，有无？所以精神嘛去上课，精神对，啊困觉困少啊。啊三呢，过三呢，中到时也无困，也袂紧的吼。较早也无困，大家拢来讲过。啊，嘛免免着食咖啡啦，食茶啊，咧刺激，健健康免啦，这方面拢要食的吼。啊，所以这饮食习惯、饮食的，你嘛饮食习惯。啊，我甲你讲，啊，就是讲哦，我是讲讲讲，啊，但是无几个做会到啦。啊，就讲讲讲，安尼就对。所以面拢是食啦，食，我吃少点。一个人若知影食身体变歹，比较较困难。啊，若是人知影食身体感觉要食歹去，安尼是食歹去，不是做歹去，是食歹去。因为什么市面上的食品哦，太侪种毒素的，哦太侪，有时候就吃来酸一嘴。啊，要不，一个人艰苦哦，伊阿咧爱哦，足艰苦的，真难的，这我拢知啦。我爸爸哦，40几岁就中风啊！啊，阮厝内底拢高血压的族群哦，即阮足前做个，足艰苦的，有影个，你大家知啦。啊，我妈妈一个高血压，伊对下足高血，而且之前足高，啊，心不蛮稳定。啊，你今天过年要辛苦做亲戚，即是咱大妈爱去的所在，对啦。伊话咱大妈卖物件，听来到底唔单老实个讲个叫滴滴的。足孤单的啦，足凄凉的啦，你看你怎么想啊？有无啦？哦，爱护家己较好个啦，爱照顾家己啦，唔通去互人麻烦，互人麻烦，有间足艰苦个，有无？足艰苦个啦，啊！你互人艰苦，啊，别人嘛艰苦嘛。你若安那，大家一家人嘛，咱拢对伊安怎样？哦，啊，咱只能讲食食足好个。哦，啊！恁今日去讲食材好，爱对咱个饮食哦来改变。哦，我唔是讲叫咱另外只，我是讲这观念而已，确实是观念嘛，吼、哦。所以今日去中间吼，你个天知影恁个心声，为啥物天较知影恁个心声？因为天有悲心，啊！恁真侪人无悲心，虽然讲丢悲心不好处，伊个老爸老母佫较好，丢人啊，看病吼，大家无人要落来。是大人无人要落啦，伊梦想本人要来落啦，啊，有听到无啦？有啦，梦想讲人要来落，你爱家己落，你真爱家己，哦，
公妈或者爹舅修改好，啊，别人当然无可能改到媳妇后生、祖囝、媳妇前一个囝无死爸啦，一个媳妇去死大家啦，无影讲伊那个外好啦，是了咩啦？你若看病看病，去六西六药两间哦，无人买六西六药啦，无可能别人买六西六药啦。啊，尤其即马生活遮艰苦，大家拢是双薪族的，哦，趁钱才歹趁。20多间、30多间，一起写一个家庭，讲起来足困难的啦。日本人就是行业足好，什么行业？就是咧修尸体的啦。日本哦，修尸体，你讲哦，一个老人啊，后生祖囝拢无咧照顾，啊，死于公墓内底，死于公墓内底啦。啊，较拢无人知，啊，较臭，隔壁较去报，报警察，啊，警察较去。去去叫叫人专门咧收尸体，我有试验。我讲个做实，做实实验咧，啊，真做实实个啦。啊，啊，佫一点中间韩国人个老人，韩国个生态讲话，伊是啥物？囝无去饲老爸，伊是种个概念，概念对啦。所以伊囝饲个，伊毋是来看无，你个人来来人人来饲老爸，好，爱家无能力。是咱在外地，伊个生活嘛足艰苦个，赚钱嘛足困难。所以伊个伊个款款式是偌残酷。伊个伊个物资，给恁三倍贵，给恁三倍贵咯。哦，啊，政府补助老人津贴一个月7000，安尼看安尼够太有够，够太有够了，够太有够，太有够。阿免啦，阿嘛是爱安尼。它的省出减用，所以这个叫社会面痛苦也底层的，也底层的上面的上面的社会的劳动，所以你今天用家的怎样过活可以？啊，所以我刚才修改过，主口腔的地方给它修改，安尼就用看到伊个眼睛来怎样讲，我上面面能吃，上面面能吃，安尼就用看口腔，阿门进在家，阿门多少去多少。顺的，顺的，刚刚这些规律都给你顺，怎么样？你要你的手来控制，你的脚来控制，你的手来控制，你的身躯哪项物件来控制？无一项物件要来控制的就对了。哦，安尼就两百年以前产的，产的，我讲那艺术啊，这真正做企业。你讲到这两百，我是感觉讲哦。这个病业哦，咱人生存，咱当固定保呢，咱当定会缩小个社会个，咱今天国家固定保咱当死个，我老命个，今天要做孤单个，啊，我阿妹，阿妹，我做孤单，我冇比你较孤单，对社会孤单，啊，但系即嘛宅人宅变变咯，对社会孤单，哦，佮小芳打对社会孤单，你去到底做房亲戚一样，贵亲一样，小芳嘛就贵亲，佮大家拢知影嘛。好，所以今日用讲到咱安尼了解，你知影是鼻心，你的心就是讲个同心，伊个鼻无简单，咱就是鼻心无简单。看你艰苦，你看你爸爸妈妈咧艰苦，你咪艰苦个，搞笑。哦，看你下下鼻子嘛咧艰苦，你咪艰苦个，别啥艰苦。为啥物？咱就是鼻心无，咱真难过，就是讲袂太清啊。所以菩萨去做。所以伊会感觉讲这个物件安那，所以我今日时常在讲饮食习惯，时常在讲，因为我是好心在讲给恁听，但是等下我拍气，我讲今日讲道理嘛，讲一些事啊。啊，真正真正，无在你安那样对了，无在你安那样对了吼。啊，我是好意在讲给恁听，但是今日去两单头，你做干做事，伊个代志是我个代志，但是基本上，其实就是安尼。我是讲这世界好一点，哦，阿变成讲就讲讲个危机，阿讲讲讲个危机，是代表危机来产生，来产生危机，安尼就是以后无危机，安尼若无危机，阿以后危机个可能性较大，哦，是不是？咱讲恁，咱讲恁，你若袂行，咱讲咱家己安那走，你是足艰苦个，你是后面个足艰苦个，哦。所以第三个星期，阿就讲哦，讲，也所以伊个。哎，话袂当讲到出上车，啊，话袂讲讲到出上车，啊，佮讲到出去行去行去来来，人哦，足你讲话就对啦，你话有够歹
你讲去直接讲，为什么讲？啊，你去婉转，啊，婉转去听无？不知变哪讲话啦？啊，若去真心的讲是无圆满的，啊，去心地以后心中干了去圆满，伫心中圆满，就算后壁对囝讲的够圆满，至少讲出去啊。但是咱今日对别人讲话，为个心者，迄个心者，迄个疑心啊，疑心，疑心是不单纯的呀嘛，啊，所以今日变来看个讲吼，借借修心。哇，这个事情，我们今天见见无好招，那人物件拢要摆好。我说恁这个时间拢无要无必要的物件来甲恁浪费掉，内耗，追求迄个无必要，本身也无新价值，无，迄个假物件拢无假用去，哦，迄个假物件拢无真咧用，所以假物件足孤单的，拢无真咧用。大家看咧，我讲你冇理，对一个无假用。咱时间无网络用，或者是，咱时间无迄个无聊用，或者是，哦，咱时间无追求用，或者是，咱时间无消遣用，或者是，哦，这是咱精时间是咱精神一个方法，但是咱只不过用这个精的时间的方法，去增加伊的方法，去消耗，去折磨，安尼才能把这个方法靠落来，是这个方那不靠落来，伊免你免讲靠伊就靠伊个蛋。咱只是讲相间吼，有咧实讲，啊有咧做讲，啊互对啊，或者是讲今日见到你会当搞好个物件，分享互大家知道，即个好。咱就讲讲大人救人嘛，啊大人救人重要，啊大人救人，咱讲今日叫叫叫大人救人，唔是，唔是，把好个物件分享出去，啊你才叫大人救人。啊你今日叫互动，其实人都无关了，咱就你叫躲起来，躲来救到，啊等好时间就过去啊，然后你看片。所以这点都刚好是应该咱今日做的，所以咱今日去弄一关过来，叫你琢磨，啊，事实拢不做，啊，不拢咱无教，所以这教书者你绝对不去的，弄一关过来叫你琢磨，啊，事实拢无讲叫咱哪去，但是要注意，啊，但是无叫咱讲这道理，要来讲，你两班啊，你个心拢跟你关过来，第二个跟你心过来对的，所以也无教人家讲概念，就是阮教书，而且恁个叫足够特别爽快。啊，比例就是讲看，那伊比例讲起，关怀讲30%，习惯讲70%，安尼个差别。关怀是意义来尔，但是习惯就讲讲这领导来尔，讲这心怎解来尔，讲心，心得修心，法得精心，法得心，讲讲这个心，心，你阿去讲，就是这个心里的道理，讲够够济，但是你去无想要投资这边，无投资这边波动上去嘛，你当然重心要那波动。像电视面在讲嘛，哎，做电视就对了吼，电视在讲到你嘛，无无大信，我心存依家看，啊，无无大信，就是叫做人道，无无大信咯。恁恁恁心有道理，有真理，有解决，哦，对家己的信用不够，对家己品行不够，所以我今日恁哦，我过去拢感觉我做起来，我做得足好，我感觉讲我营养够见效，自我研究到这经验来，我感觉讲我较足见效的对了。我看你这样就对了，我即我讲讲到第三十章啊，我较体会心里咧讲的道理。尤其研究到这点了，我感觉了解讲啊，原来我过去太吃人家拜就对了，拜到拜了的啦。我先办法，在家庭我先办法，在道理我先真会吃，对不对？在社会不积极，安慰到道理，阿咧张扬。张爪，张张张，张毛乌爪，张脸乌爪，拢伊迄个表象，迄个声声，啊，伊阿咧做在工课，伊阿乌迄个无必要的物件，伊阿心是歪到无够，真叫歹打，足可怜的对啦，真阿足可怜的对啦，啊，所以讲你滴无了解性命的时，你依番性命就无够，你无了解性命的意义。你话我啦，你话我啦，解决家己，无够点点，事实就是这样嘛。我看你冇道理，啊，冇道理话你咪做，啊，对啊，因为透过时代思想，啊，
弥勒宏愿乾坤同心来做事啊。你若硬抛动，这是今天哦，到这时阵，我是我讲你莫办事，我请你来办。啊，办代志，啊，办十点半，去十点，啊，我高级去一房，一房叫十点半也办事，我话紧张。我若无即帮人就接无电话，我吼就做麻烦啊，莫办事，就爱吃饭嘞，做咩事？做医生，做官兵，做教育的。你看，12万高薪的老板，你这衣服穿是这是什么？普通嘛，这是人民普通，这是那个属性嘛，是有嘛啊。所以讲，利益哦，是种个皇冠，皇冠就是机会，伊有迄个皇冠，反正有机会。我咱会当办到，我咱当救人，我咱会当办到，我咱会当升地位，我咱会当这个机会，这是机会是民间的风光，今天去争取这个机会，所以今天去来珍惜，按这个理论，珍惜，要珍惜才是你的生命的核心价值，把你的生命的重点，掌握你生命核心价值，是你的灵魂会当，以这一时来变成咱真正当提升。哦，你的灵魂内底充满真正当更更加更上一层楼，哦，好话嘛，爱当大家同心来做事，所以你必须要，你有道理，你有境界，你有能量，你有修养，你有涵养，你有地位，自然就必须要免人来甲你讲。你知道啥物所讲的规律，我来甲我讲，你是讲的，你讲有道理的啦。你讲的，你讲我只在大部分拢出假的，对啦。咱讲一点。所以灵魂的结构嘛，对不对？天道的问题嘛，是不是？一句话让家你人去讲，讲好，安真正有影对。哦，啊，啥物缘投？你来讲啥物可以？就是准备的，不是用准备的，不是遐小出作些遐物件，所以问题出来，遐假，是你今日心内真正有遐物件，有遐智慧，有遐能量，那我就讲出来，看色无如，是用的回顺。内容呢？人讲哦，因缘化缘嘛，是咧缘哦，你咱生出的智慧，然后去化缘嘛，唔是用准备来，还是用准备来，用试验，用计，用示范，你咱大家来。我讲到这里，有无？嗯，是不是？解消也无无，不赞无，不开赞，唔是恁，唔是恁讲赞。是而且讲人赞，应该讲赞；而且讲人不赞，你得讲赞，那有道理无？所以今天哦，我发觉刚刚讲啥讲了嘛？啊，爱情对了吼。所以今天无断班的主题啊，是现你看电动车都变光明了，对了吼。咱今天就讲欢乐，恁那，咱这个欢乐拢咱是拢十八年，一个啊盖天桥。到十八年，反正拢过，你若想看嘛，你认真啊思考，去啊，甲讲一句，啊，你所有的烦恼，咱来研究讲，咱一世人的烦恼，逐天的烦恼，是不是到十八拢多余的？来研究看看咧，我一句我所有的讲，我是讲讲明样的烦恼啊，我到十八我的烦恼，无大无小的烦恼，小可大事的烦恼。有著小可，但是咧烦恼，无烦恼创啥货？实在够戆个，够颓个就对啦。我家己讲我足颓，我甲烦恼讲我足颓个。安尼我就袂烦恼啦。足好用个，叫啥物？够好用个就对啦吼。我就看咧课外甲一篇论文哦，讲咱个心间个反应，拢敢是迄个无所谓个烦恼就对啦。啊，若失眠，伊烦恼是长进、长进、长进进。真重要，长进、长进、长进。烦恼，是你直觉，你的感觉靠烦恼。现在有无数嘛？咱大家知嘛？是啥物人咧主导？要稳住嘛？大家拢知，但是到我拢知，我变来伊，就我拢变来伊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是人间缘分，人间缘分，都因公平，是咱太公平，因必然由恶人造出来，伊才公平。乌暗照在咧光明，你若为乌暗两回人哦，唔知影光明，伊乌暗也绝对足渴望我咧光明，所以迄个执着，所以乌暗其实是光明，伊个啥？伊个爸爸，伊个妈妈，
不可以不敌你，输敌你不可以不敌天。你无将人心变成天心，怎样天心就是伫人心内底，互伊人心甲伊交叉甲重叠的。你靠想讲我要去了解天心，这个假的人是假的人嘛？是一心假的人，是不是不敌不假的人？是有敌有假的人嘛？是有假的人，该咱去想这个看法安尼嘛？哦。观菩萨法是六道众生的真实，叫做五理阶级，文雅是具的。咱记住，白理阶级、黄理阶、蓝理阶级、灰理阶级、甲金理阶级。啊，一比国一评断，就是讲哦，白理阶级就是原先八万多美金，把它进到白理阶级，就是解决办公室的人、设计的人、发明的人、创造的人，这个白理阶级，八万多美金。啊，那蓝领阶级一般，那一般就工作的人，一般的房东，这个是蓝领阶级，哦，三十几、四十几、五十几，哦，六十几、七十几、八十几，就安尼，我现在就二十几、二十二几、二十三几安尼，哦，这个是蓝领，安尼是五领，啊，那金领的讲话就是做腰子啊，啊，灰领做家庭主，灰领对啦，灰色的灰，哎，我有讲到，这人变分到做新社会了，对啦哦。所以今天你同咱来讲哦，咱要爱学习菩萨救助的精神，这个讲功德，功德的成就，救度众生是功德的成就，哦，不是钱的成就个对啦，是功德的天道，不是钱的天道，哦，哎，哦，这个都无共，你讲出来，这比例就是一百倍啦，对啦，一分万里啦，哦，你无共个哦，所以看众生是来过，就是你无想积报感恩，你一时修道功德。就是你讲讲就讲吼，咱来了解，咱来感恩，啊，迄时阵开始感恩，伊就应该变开始感恩。因为你知影多宝贵，因为你知影讲，哦，你有改变，开始去体会多个宝贵。一个大主人才有真正改变家己，开始去体会多个宝贵。有体会多个宝贵，伊唔免讲伊做，伊免家己做，就安尼做啦。是迄个体会多个宝贵到上面去修得较快乐。我讲你毛病。那一个人要去体会到本分，你搁甲讲甲一万解，讲甲一千解，搁而且开翻一甲一千解、一万解，一甲老，伊都袂去感觉讲到上尾个成就上尾个办到。是头壳这个问题，有理无？这个问题，这个论述，咱是用化一个知识，用化一个资源来开翻一翻，一个人用咱开翻一翻，听完个道理，几个人咱主动出发来做。伊是来讲，伊要改变，伊要学着去得力起来。听得力才舒适，所在才好。要主动到人家，是不？咱这太小心，讲起来做错路了。哦，个别先发先，个别主分，啊个歌声咱来听得力，啥物问题？啊，单数的问题，单数不容易。安舒服无免哦，安舒服地平安无啦。有些怪力，我安尼想，我即张道理我讲出来，讲我一个道理。前几个人要听，我一个节目做过，像我昨讲的，我今早讲的无好，现在个忙个讲安尼啊。搁另外一个版本来讲，因为我足在意，我要讲足好，然后我足高气，要讲互你听。讲迄个心得，迄个精神，迄个精神，我恁听，是我一面，这是应该我做的一面，但恁无发现。所以恁有听是无听，就是恁大声是我的大声，因为我足积极创的，我很头嘛足踏的，有看到无？啊，你要知啊，他知道的，你啊，你啊，而且还是有实用起来嘛，吼吼。但是我安尼讲啊，都袂熟悉啊，吼。先来讲这个烦恼，还有时间，我免去拖啦，免去讲啦。烦恼三，咱来烦恼，是易经，这个易经所产生的四种烦恼，要根树根本烦恼对啦。我甲浓缩简单，用这四项物件来甲做一个诠释，卖用作狭的道理，作狭的烦恼。第一个从论述上做。咱今日用认知上的错误，咱对世间伊的因缘、对世间的变化、对世间的看法、对人的看法、对生命的看法，
伊个刘润珠送上个祝福，安尼变成奖金，是写给边界、王界，不是为祖公个八正殿个正殿、正殿、正书仪个正殿甲正书仪，是迄业识内底破烂伊个润珠上个祝福，安尼代表咱这是叫做上在头对咯，好头壳润珠思想。思想的问题，我讲有一个困难，无困难普遍，到普遍思想的认知，所讲我食食是应该，你搁较关键，我伊嘛照常食。啊，有一个讲有困难的物件嘛，困难是思想的问题，不是环境的问题，是环境问题，是心境的问题嘛。你不是太简单嘞，我你今日去想过，讲你这思想上根本解决，就是嘛。这个单点是咱一世人，是很重要。这个哪敢做做不到？你讲每一世人都敢做啦？这个是无敢做。啊，所以论著上面所讲的点，感感情上的错觉的爱，咱哪敢无咱感情的习惯？阿妈我后壁囝伊阿弟姊妹朋友，哦，道场啊，道场人才，同志同修同欢，这是用感情上互相斗阵做伙一种的啥呢？一种互动。但是咱现在互动内底是用三观心的互动，即所以产生咱人甲人的摩擦，人甲人中间伊的生困难，人甲人中间的口角，人甲人中间的感情分裂，是啥感情上的错误？就是真理不了解，道理不了解，甲产生啥用情过花，用情伊用用情用事，本来伊是足够，但是情啊假意，伊要咱讲，伊是输到底啦，即种叫无奈。所以讲叫做爱，哇，是一个错爱、乱爱、疏爱、偏爱，不是性的大爱、无爱，啊个啊个博爱，这是生活上。但是意志上的人，今天去讲修德、办德，还是讲做人的意志，的意志，我意志更对啊，心素更不对啊，心的素，那素很重要。就讲你心可能啥物所在的做这样工，意志推动你心做这样代志成功。发展哦，伊个啥伊个动力，这个意志，但是你若心内肯定愿意，等到你愿意，然后就讲了，伊就换一个位置，换一个脑袋，安尼就两间就办。等到你若心就五万哦，二万啊，五三万，哦，你若都办得足足，你就骄傲讲，我今日办得快人无止啊，我感觉两个是你，是你要讲。啊，是你的感觉来讲的是，你是你意志上已经有错过了，人家国际人家出来 ，OK？ 那么你家己不得不不要办，做弊安尼，行动上，所以你的论著上的错，感情上的错，意志上的错，你的行动它叫欺无欺，你看浓缩这三年啊，在行动上产生你一世人错，无结果就已经造罪造孽，就做就危险。这个性四根本，啊，意志上四根本的折磨嘛，吼。然后把它放财，反倒是放财，放财上有主宰这个折磨，挂这个主。然后咱个支配别人，把这个债，去支配别人，做可爱哦，明明不是可爱，是我做不起了。你家己也去支配别人，还是做不起了。个债，家己要做点，家己变容易了。大人对着地下做国际的，你娘家己去，你娘别人的，啊，这个第三个医疗上叫神经上惯性反应，神经上连神经系统的惯性反应，头脑它属于一个弱，体液靠看，神经中枢神经，啊，交感神经，中枢属于交感神经惯性的反应。出事到现在，拢怀疑头脑的建议，这句话怎讲？现在头脑的建议，咱是不是讲，人别人解白死的，不是别人白你白你家己的身躯，是你思想白你的身躯，头脑的思想，你思想所在，建议助念，不是把内丹是家己助念，也是呢，前期烦恼的关系，啥物叫烦恼？是思想泡沫意识所产生的情绪，我知，所产生的情绪，它叫做烦恼，哪个烦恼？
上透过意识所产生的情绪，你甲想咱情绪，解释翻，是意识，是根本是意识问题。好，所以嘛，关注无趣嘛，所以我咧想去想讲话咧，滋润咱的业识，滋润咱的贪嗔痴，滋润咱的杀欲望。我咱这贪嗔痴欲望时间非常大诶。圆满舒坦，大分啊，谢谢。